可以加强。哎，从中观看来，包括来自于很多新科部首相啊，这些新科部长、科技部长啊，都是一起上。小乔可以开始了。好，可以开始了哈。好，OK。好，各位所有线上的新朋友及家人朋友们，大家晚安，晚上好。再次感谢线上所有每位的朋友。每周四呢的这个同一时间8点，在我们的空中课堂一起跟我们相聚在课堂。那我们借由我们的这个每一周的空中课堂呢。然后呢，来交流、学习及我们的见证分享啊，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太和之水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今天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啊，我叫嘉乔，来自台湾啊，谢谢大家，谢谢。那首先呢，我在这边先介绍一下引荐我的贵人，也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金姐金老师，是贝雅姐。谢谢他啊，让我认识那么好的水，然后呢，让我喝了之后呢，不仅让我的身体得到健康，也让我们家所有的人还有朋友都因为借由这份那么好的产品而得到健康。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晚上的课程呢是2个小时啊，是到10点。那我这次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那我们这个月的7月10号。就是周六礼拜六的晚上6点啊，请线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啊，这一次周六的晚上，公司特别举办了一个我们的千人的表扬大会啊。那希望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表扬大会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润的这个直播，还有我们的脸书 FB 呢，都会同步的一起直播。那当天呢，啊，公司为我们安排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抽奖。然后呢，那我们公司的高层呢，的那个严董，还有那个梁董，还有周总呢，还有我们的那个学明院长，都会一起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啊欢聚在一起。那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OK。那接下来呢，我先隆重的特别介绍我们今天的那个节目主持的这个嘉宾啊，也是呢，同样来自我们台湾的陈会长啊。那我们大家对陈会长应该都很熟悉哈，陈会长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哈。那我第一次呢认识陈会长呢，就是在我们台北的公司，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太和汁，我去听他讲的这个 OPP。陈会长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哈，然后平易近人，然后在跟我们分享我们太和汁的这个的水。还有跟我们分享这个公司的模式呢，他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贴近我们的这个人心哈，让我非常非常的快速就了解公司的产品及公司的一个那个模式。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隆重的欢迎他啊，谢谢陈会长。陈会长在吗？陈会长，在。好，陈会长，好久不见了，因为疫情啊，我都没有时间见面。对，陈会长，今天请你帮我们那个讲解，谢谢。好的，那以下就利用一些时间来跟全球的伙伴做一个分享，也让我在直销界呢能尽一笔绵薄之力哈。透过这一波的疫情，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简单容易的事业。那以下可能会有分成2个阶段，我来跟各位分享。我先来分享我们的公司跟产品，之后呢会由梁总来带动。那我们有一些7月10号的一些分享那个奖励的会的一些布达，还有几位
全球经营的很好的高聘呢来做一些分享。第二个阶段我再来讲到我们的制度的优势跟时机点的优势、哦、那我想呢我把一些分享的画面放上去，这样呢你们可以看得到吗？各位可以看到你们画面上我分享的资料。因为呢面对疫情呢这样的冲击，我想各行各业的生意呢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影响、哦、那大家一直在谈所谓的斜杠人生啊，副业人生，我想呢透过这一波，全世界的伙伴们更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副业、哦、副业就是所谓的第二个行业了、哦、并不是说去兼差或什么、哦、那最近呢 不论是一些老板也好呢，或是打工的也好呢，或是想工作的每个人收入的来源呢都再一次受到严重的一些打击。那大家是否有没有在思考着如何可以透过这一波的一些疫情而造就的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传销的一个便利性，在论的上面呢、啊、微信上面来做一个平台的分享，也能够赚取一份额外的收入哦，这是一种趋势哦。所以呢台湾泰和之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呢，我们也即将在进行哦，它算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趋势哦，趋势。那以下我还来分享什么叫做趋势，什么叫做高科技哦。其实呢，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呢会被模仿哦，被取代的科学技术。那泰赫兹呢也可以称为这一波的高科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科技、哦、所以我们再把它称为的一种趋势、哦、那什么又叫趋势呢？我想在课程分享之前呢，我要告诉各位，其实呢趋势就是现在呢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未来呢会大流行、哦、那只要我们站在趋势的前面呢，其实呢不成功都难、哦、都难。那什么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三个来跟各位分享、哦、健康的观念呢现在正在改变，这是一种趋势、哦、还有呢分享的模式也在改变。直销呢已经有几十年的一个历史存在、哦、不外乎就是保健品的分享、哦、那现在呢我们有水分享的模式呢正在改变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哦。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商业模式的改变。我想商业模式是占你成功的一环、哦、那这三个正在改变呢我们都赶上这个趋势、哦、那我们既然有遇到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而且在这种千载难逢的趋势的平台之下呢，当然我们必须呢心怀两个心、哦、这是我在课程之前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我们必须有一个感谢的心，要感谢谁呢？感谢我们的公司，感谢我们的严董、李董、周总，以及呢玄明院长以及王超老师、哦、这一些是我们必须有这样感谢的心、哦、那还有一个是心你也一定要有，就是有感恩之心、哦、要感恩谁呢？感恩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资讯平台的一个贵人、哦、那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贵人、哦，也就是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老婆了、哦、另外一个就是推荐我的、我们新加坡的丽颖老师，有她的推荐呢才能让我在这一辈子当中还能够来付出这一点心力给台湾这些伙伴以及我熟悉的一些、朋友们、哦、能够来帮忙这一次的一个平台。那在有两个感谢之心之下呢，我也有四个心态想要跟大家在课程之前呢来做一个共勉、我希望各位能够拥有这个心态呢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好的产业、哦第一个，你碰到这样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平台呢，我想第一个心呢跟各位共勉，你要有一颗想赢的心，你一定要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想要赢得身体健康、哦、这样的心一定要会有。还有呢想要帮助别人以及帮助自己，要赢得财富的心。那透过我们泰和兹健康产业的商业模式分享呢，
你的心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哦、那这个心呢必须是一个强烈的什么企图心，还有加上你坚强的信念、哦、所以你这颗想赢的心是一定要有，一定要有。第二个心呢，就是你必须有一个相信的心、哦、要相信太阳之健康产业、这样的一个太阳之健康水呢，这样的产品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身体健康以及呢财富的健康、哦、那第二个要相信的是什么，就是公司，相信公司这个平台一定可以让你创造你的人生、哦、相信这个事业，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一波除了可以帮助自己健康，帮助伙伴健康，帮助你想要帮助的人都能健康之外呢，也帮助他们收入的健康。最后一个相信是一定要相信你的伙伴，相信团队的力量。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来自于相信、啊、相信。所以相信产品，相信公司，相信事业，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的力量、啊、那第三个心也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必须有一颗热爱这样事业的心、啊、当你了解了商业模式呢的根本意义之后呢，你会进而热爱去分享太和之健康水这一款高科技的水布施的一个产品，那把这样太和之的一个事业呢分享到极致，发挥水布施的倍增的力量，在于你一颗热爱的心，热爱的心。最后你要有一颗改变的心，你必须去改变以往的观念，改变以往分享的观念呢，这个意愿要够大，就看你要不要而已、哦、看你的决心够不够。好，那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你想要在一个趋势当中赢得趋势呢，选择一定是大于努力、哦、那要选择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太和之在水布施分享之内呢，就是要分享一个事业平台。那分享一个事业平台无外乎就是创业、哦、那马云也说过，创业要成功只有两个重点，选择合作伙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第二个呢是一起共同持续努力的伙伴呢，那就更重要了，更重要。所以只有这两点会让我们选择大于努力。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太和之健康产业呢？它有五大优势，我来跟各位分享、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产品的优势点。那产品的优势点呢在于哪里呢？就是简单容易两个字、哦、如何简单呢？因为太和之健康水呢，它是一款高科技的健康的产品，将会为人类带来健康的希望。而且太和之健康水呢这样的商业模式也会颠覆未来绝大多数行业的分享模式、哦、那大家都知道保健产业呢传直销公司的一个商业模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里面已经很成熟，但是呢它又是就带来了一个分享模式呢，更是引领风骚的一种分享模式、哦、所以呢将会颠覆所有的产业。那首先我们要先去了解它的本质，喝水的重要性、哦、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的保健品，尤其是坊间现在很多的保健品当然对我们健康很有帮助，但终究还是要从根本做起的。所以从身体里面的喝水的重要性 去根本做起、啊、因为水是很重要的，在人体里面呢它当然可以达到 85% 以上 的存在，而且呢人体流失水分呢、啊、每天都有 4% 到 6% 的更换率、哦、那我们如何呢让身体里面的水分充足，这就很重要了。其实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呢都需要水分、哦、人体是 70% 的水，所以呢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呢，气不足则血不畅、哦、血不畅则水不流，那水不流则毒不去、哦、那血管就好像一条道路一样、哦、那当我们血管里面呢会有血脂血栓来阻塞的时候呢，就好像道路上呢受到的阻塞，那在你血管都没有去根本做起之前呢，你去吃的那一些保健品呢那就是事倍功半、哦、所以没有水就是没有生命，大家都很清楚。那如何喝到好水呢，这个就很重要、哦、这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水是最好的药、哦、
那血液当中又有 90% 的水。那水液呢，在身体五脏六腑里面呢，它当然呢负责了运输、代谢、调节还有防疫这些有害物质的功能。那要维持血液畅通呢，最大的一个根本作息就是让血液呢能够血流正常，新陈代谢正常，它就不会浓稠，不会浓稠。那有诺贝尔的科学家告诉各位呢，我们的细胞是怎么喝水的、哦、当然呢，这是一种秘密已经被发现、哦、那以下这个场面影片我就不再播了、哦、那泰尔兹健康水呢，这些博士讲到我们的水分子当然有大团跟小团，一般都是属于大分子团。那坊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健康水的一些过滤器的、啊、水机啦、啊，这些呢其实呢也是让小分子水产生。那坊间里面再多的一个水机，再好的水机呢，它的水分子顶多也能做到小分子团。那泰尔兹健康水呢，它可以做到单颗水分子的排列，这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呢创新。那什么是泰尔兹健康水就是很重要的。其实呢，刚刚影片上也有介绍，它就是一种分子的活化水，透过我们的专利 0.9 的泰赫兹光去把它做一个扫描照射之后呢，会让水分子产生直链型的结构、啊、那让我们人体呢比较容易吸收。我想这一点就足够了，这一点就足够了。那泰赫兹健康水我们刚刚讲到它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不用去更换你们家里面的一些、健康的一个、水机，也不用有什么耗材，那使用非常的简单、哦、我们以下有一个影片也来告诉各位它有多简单，都不会更换到你的使用家里面使用水的习惯、哦、声音吗？非常的简单，非常简单。所以呢这是一款最高科技最简单最容易呢会突破所有的坊间对水机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是水机，我们是将所有全世界里面好的水机生产出来的水再次把它提升为细胞的直饮水。那当然呢它有它的特点存在。第一个我简单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因为线上我们有一些新朋友，它会产生六道的特点直链型的排列、啊、让我们的细胞更容易呢吸收，更容易吸收。那会透过 0.9 的泰赫兹的一个光频照射呢，让每一颗水分子都会有 0.9 的泰赫兹的能量存在、啊、另外它会产生一个低粘度、啊、让细胞呢容易吸收，口感会比较柔软滑顺，那吸收力就会提高。还有呢它还有一些水中抗菌抗氧化以及抗辐射的功能、哦、我想这些已经足够了。最主要呢是在于它的一个三抗、抗氧化抗菌抗辐射还有两滴低频率以及呢低粘度。那最重要是可以产生一直线排列的所谓的水分子的状态，让我们细胞能够吸收达到三倍以上、哦、三倍以上。那简单的解释呢，一般的水呢没有经过处理，它应该算是属于大分子团，大分子团。那透过坊间里面所有好的水机也只能做到所谓的小分子团。那如果将这两个水分子团呢
透过我们胎儿之健康水呢，能够让它能够直线排列，就好像细胞是一个门，那它吸收就比较容易。我想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啊。好，那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讲到所谓的 0.9 的胎儿值，算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我们简单容易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赫兹，是一个水中的一个水分子的代表一个单位啊。那大家都知道自来水大概是110到130，那坊间里面我要跟各位做报告，就是坊间里面不管是蒸馏水、碱水、电解水、拍水、六角水，再好的水机也只能做到没有办法低于40赫兹以下。那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已经可以达到 7.6 赫兹，算是水中的一个极致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已经掌握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了。那简短的赫兹的比较就会让大家知道胎儿之健康水与坊间的所谓的胎儿之水有哪里不相同，哪里不相同。那血液就很简单，血液要畅通的话呢，就是要有足够的水。那当我们喝足够的胎儿健康水的时候呢，当然呢你的血液就会畅通，那新陈代谢就会好，那当然对你身体就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那抗菌啊、抗氧化、抗辐射，这一些都有透过检验报告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胎儿之健康水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健康水是很简单使用的。第一个，你可以拿来饮用，可以拿来外用外喷，那当然呢可以改善到很多你身体上所需要改善的部分。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再去强述说它有什么医疗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医疗的行为。第一个，只有喝你提供的水，你们家的水透过我们的仪器照射呢，就能够产生这样对你有帮助的效果。那如果它来用来外喷，因为人体呢70% 是一个皮肤是一个器官，那其实呢它也需要这样的胎儿之水来增加它补水、滋润皮肤、改善细纹，还有一些伤口的清洁，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敏感肌肤的使用，还有很多我也一一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很多人讲说水呢不能喝太多，所谓不能喝太多是因为你喝不下去，第二个你排不出去，所以医生会告诉你要多喝水，但是又告诉你不能喝太多。那这个就在乎于你的水分子能不能够让你吸收，之后呢会能不能让你排泄掉。假设胎儿之水呢能够让你吸收又能够代谢掉，那就不会有喝太多的一个禁忌的。那能够喝越多排泄越多，就代表你的新陈代谢越好。那一般人呢喝的水呢大概有4种的一个反应，这个是都会有的，除非呢你不喝，不喝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了。第一个，越喝越口渴，这是 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个现象，所谓越喝越渴就是代表你身体里面已经发出的缺水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越喝越口渴是被细胞给吸收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第二个，有的人会恶心会打嗝，其实呢恶心打嗝是脾胃不好的表现，已经从这边来反映出来，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肠胃不同，所以有一些人呢，会进行排毒，会不断的放气啦、放屁啦，这当然也在改善你的胃肠。那第四个，会有排宿便 的情形产生，也会排尿有一些异味。那这一些以上这四个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些反应。那这是每一个人身体不同，反应不同而已。以下这一些都是全球呢所使用过的人呢来做自我的分享，它并不是所谓的医疗跟治疗，就像我们自己使用过的分享呢，那就是最好的见证了，最好见证，不会涉及所有的什么医疗的行为，因为你自己使用你们家的水，胎儿之造过的水呢改善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分享，就像这些痤疮呢，还有呢，有一些身体的疾病的人，比如说三高啦、糖尿病啦，以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的改善的情况，都有很多的分享，那你可以透过你自己体验胎儿之水的感受呢去做验证，去做分享，
分享更多人来改善他的身体啊，像这些糖尿病啊、斑啊，以及呢那些静脉曲张啊，还有一些皱纹啊，这个都可以很快看到这些效果。还有一些像过敏体质的呢还有一些伤口啦哦，这一些呢都可以透过这些分享，其实分享很多哦，我们可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哦，而且现在目前越来越多，像这个皮肤呢有一些皮肤病的改善，印尼团队的一个分享，我想呢只要你使用过太和之水的，你将会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感受哦，感人的感受。那以下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梁总哦，在这里我要感谢梁总的带领哦。那这些呢使用过的一些头发的一个增长，以及呢黑发的一些增长，那白发的减少呢，我想呢在全球很多很多这种见证哦，其实这些都是好的见证好的文章哦。那像这个有红斑性狼疮的分享也是非常棒的哦，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改善也不同哦，那我想呢都是真心的分享，就是一个好的文章哦。那当然呢刚刚所分享是我们太和之健康水呢，是我们太和之的产品的主流最主要的产品啊。那当然公司的产品里面有一些系列产品也会出来啊，就是像我们的现在目前推出的所谓的石墨烯能量的护理，它也是一个太和之的一款产品哦，已经呢跟随着我们公司的脚步在做所谓清排调补的工作哦。那还有一些石墨烯呢也是属于呢这种仪器呢，也是有一些产品陆陆续续到我们的平台来哈，那可以辅助相辅相成，因为不管你用任何的仪器呢，任何的保健品，水是最重要，水是最重要。像这个是纯石墨烯的面部的美容仪哦，是一个也是一款高科技的产品哦。那还有纯石墨烯的花热的护腰，比如说这些呢，都是好的商品，将会在我们平台来做辅助的功能哦。还有我们的热敷颈护颈，另外呢我们有一些呢功能的营养的食品系列也将在全球的平台来陆陆续续来供应给大家啊。那像我们全球最好的逆龄衰老了，从美国的一个原厂这样子做一个卡巴拉的一个 NNN 的一个合作。那我想呢除了我们身体呢饮用太和之健康水来做调理之外呢，后面呢公司也一并的考虑到大家的一个补足的营养的部分哦。那最主要是我们公司有五肽合一的小分子肽，我们称为糖肽哦。我想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产品哦。我想这些呢各位不用去担心，我们不要为了要去吃一些保健品呢，让我们血液畅通之后我们要去寻求这些产品哦，公司一定为各位考量到的哦。还有这些胎盘干细胞的医用的冷敷贴哦，这些也是我们的产品。那健康日常的损耗系列呢，当然我们公司的一个水壶的水盖也已经生产出来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的公司的用心哦，用心。另外呢我们的水壶还有我们赠送的所谓的净水器，这一款净水器也是非常棒的哦。考虑到每一个家庭不同所提供的水呢，假设没有干净的水，就可以利用这一款的产品，公司赠送的净水器呢来做一个水质干净的一个处理哦。那还有滤芯的那个更换，在我们后台可以用我们的消费点数去更换哦。好，产品其实有它的优势的存在哦。那所谓的人尿健康一定要在清调补的部分哦。那清就是我们太和之健康水利用水来帮你身体清理干净哦，清理干净，把身体里面不必要的垃圾啦、垃圾啦、五脏六腑呢回到健康，再透过我们公司一系列的产品呢来补足调整你需要的养分哦。我想呢产品的优势呢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产品呢是在于我们仪器的分享，仪器的分享不是在做卖水的生意啊，也不是在卖水机的生意哦，是在卖一个仪器，卖一个健康，卖一个希望，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它的分享模式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分享的成本非常低，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可以比得上，所以我们必须掌握这一波这样的一个分享产品分享的模式是独一无二，而且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跟得上。
那除了产品之外呢，我想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公司的优势的、啊、其实呢产品要摆在第一位。假设你要在一个产业平台成功，要去帮助很多人成功，第一个产品要摆在第一位。因为你的产品如果没有办法让你去做这样子的分享，这样子的免费水布施的工作呢，我想传直销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做的。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都有数了、哦、因为传直销呢毕竟都是在做保健以及其他的生意呢，大部分呢都是需要去花钱的，分享也要花钱，经营模式更是困难重重，等一下我再分享。那公司呢更重要了、哦、公司的优势呢，你有好的产品必须有一个公司来支撑着它。那我们的平台呢我们称为泰二一集团、哦、当然我很庆幸能够跟这样的一个集团来这合作，它是一个泰二资的科技为核心的高科技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为一体的公司、哦、那立足在中国辐射到全球，马来西亚是我们的第一站，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哦、那台湾新加坡美国印尼呢即将跟着这个脚步了，在今年呢会全面来跟着这个脚步来做这样的平台的发展、啊、那我们力争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创新健康产业的公司，透过深圳新兴村的一个、生产单位，以及呢、我们的泰二一集团道一精品的一个、公司的服务呢、还有我们深圳健行、文化的一个商学院的一个支持，那我想这个呢可以为我们创造出我们要的一个文化、哦、那公司呢我们要摆在第二位，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公司比产品更重要。因为呢我们 公司合伙，公司就是我们的靠山、哦、那待会我再去分享、哦、那泰二一集团的领航者我们的董事长、哦、去年也是台湾的部分呢我们也即将开始，今年我们将会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会开始呢即将陆续的安排合法的落地、哦、那这边我们也听一下董事长在去年的谈话。好，那就好。那刚刚是董事长的谈话，好，那我们还有健行商学院协理长，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我们的系统有他带领之下呢将会为泰二资健康产业呢、啊、创造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哦、还有我们健行商学院的王超老师、哦、那、昨天可以看到我们协理长他们所做的所谓的新人起步的一个招商的手册，是我见过里面呢最优秀、啊、最简单最容易让新人能起步的、哦、好，那透过这样全方位的系统的带领呢，我们将会有人教有人带，这样的成功模式为我们创造我们的客户群，为我们寻找合伙人、哦、那我想呢在公司产品的保护之下呢，我们有很多的专利，很多的一些验证、哦、以及证书，这些都是我们所具备的条件、哦、而且荣获了多家的一个荣誉奖项，这些对我们产品公司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哦、那我想呢在公司跟产品下呢，我以上呢跟做一个分享、哦、那以下我就交给那个我们的主持人、啊、来交给我们的梁总、啊、我的前半阶段就到这里的分享，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上半阶段我分享到这里，那我来交给那个、梁总。嘉桥在吗？嘉桥在。好，
谢谢那个陈会长那么用心的跟我们讲解及分享。OK， 那我们现在邀请那个梁总帮为我们讲一下我们七月十号要注意的事项是吗？梁总在吗？现在是分享吗？在就是上半阶段我的公司跟产品分享完了，就是接着所谓的分享好吗？好，那我们就先 okay, 那梁总，那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先做那个线上的分享好不好？那我们是的，是的，你们先做分享，因为我们这边还在忙。哦，好好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那我们谢谢那个陈会长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这个那个玛雅在吗？好像不在。有啊，梅瑶，来自美国的梅瑶。叫你啊，在。哦、我在线上。你好。你好。好，梅瑶姐姐，你好。那请你帮我们来做一下见证分享，分享你喝了我们太赫兹的水的那个心得。好，我分四点来讲。第一点，我先介绍我自己，我是在纽约的妹瑶，我是五月五号认识了这个产品，当时呢，只是我教会的一位姊妹叫 Amy， 她用这个产品呢喷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因为花粉过敏。痒得不得了，结果他帮我两只眼睛喷了一次，就这么一次就不再痒了。我忽然觉得这是什么神奇的水啊，后来我就说那我也要一台这个机器，我就买了一台。然后我发现我教会的师母张亚伦师母，她也是花粉过敏，非常的厉害，比我还要厉害。我赶快就给他一瓶，我说你喷你的眼睛，喷你的鼻子，喷你的口腔。结果到下一个礼拜他来了，也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这是什么水呀、啊？他也觉得非常的神奇，他也希望能够买一台。我现在总是向他的家里送很多很多的水给他们那边，因为他们那边的弟兄姊妹很多啊，其中有三位正在奶孩子的母亲，新的婴儿啊，我就跟那三个母亲说，你们要好好的喝这个水，你自己也健康，你的婴儿也健康啊。我就自从我是五月五号开始，对不对？但是我是六月四号加入了这个公司，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公司原来是个直销事业。我是1988年就已经加入了直销事业，我对直销事业是很熟悉的，所以我说哎呀，这是我今生，对了，我忘了介绍，我今年已经到9月1号我就满79岁了，所以9月2号我就踏入80岁了。我在想哎呀，我在晚年的时候可以遇到这么好的机会，我绝对不放过。因为这公司的产品又简单，这个分红的制度又非常的有人性，我就觉得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我这6月4号到现在，我的团队里面已经有七个人买了这个，而且接着也有好几个人要准备买了。我们的团队啊，就是拼命的往外送这些水，免费的送给大家试用。这个水自己会说话，
你不用向我们介绍这么多，不用，你只要让他喝，他就会喝出他的妙处，喝出他整个的健康，他就会发现这个真是神奇的水。所以呢，我就努力的做，在我生命最后的阶段努力的冲刺。那在五月五号那天，就是 Amy 到我家来，他带了三瓶一加仑的过滤水来，就在我家里用这个像熨斗的东西啊，我就叫它熨斗，它其实是这个太赫兹这个水仪，就在那边帮我做出这个水来，他就帮我喷了，哎呀，一次就见效，就不再痒了。那我他离开以后啊，我妹妹啊，我这个小妹妹呢，她是很有学问的，她是医院的营养师，她是我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的营养师。我这个 Amy 姊妹走了以后，我的妹妹就说，什么大分子变小分子，还不就是 H2O 吗？我也不吭气，因为她比较有学问呢，我也不跟她争。后来呢，因为常常很多人来我们家来弄水啊，来分享啊，他在旁边就听到了，因为他自己已经胖到快要200磅了，真是行走也困难了。他自己还是营养师，又是那个糖尿病也很严重。后来听我们大家这样分享，哎呀，他就开始，他也开始喝了，他现在每一天可以喝掉一加仑嘞，你就知道他喝得多厉害了。我们相信不久可以在他身上看到美好的见证。那昨天晚上呢，我又告诉我的小弟弟，我说我要给你送来这个神奇的水，让你可以喝，因为他又有肠，就是天天几乎就是泻肚子，然后呢，他又因为那个胃的胃酸倒流啊，很厉害的，然后他怕自己是有这个喉癌了，所以他怕的就戒烟戒咖啡，因为这两个是他最爱的。结果呢，他变成了忧郁症了，变成失眠了。他说，姐姐，我不能闭上眼睛，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发现好多人来问我要烟抽，好多人来问我要咖啡喝，他就失眠了，然后他又得了忧郁症。我说，你这几样啊，我就要让你喝这个神秘的水，神奇的水。他竟然拒绝我，他说，扯淡，我是不相信，这水就是水，我也不要喝。你看，我就碰到我小弟弟又是这个反抗的情绪。我说，好吧，不喝就不喝，我等到小姐姐她的这个体重也减下来了，他的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也进步了，你看看吧，啊，所以呢，我们的家人是这样的反应。有时候你碰到很多反面的这个给你反面信息的人，我只要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告诉他们，对不起，我把你晾在一边了，我不再让你跟我们说很多负面东西。因为我们团队真是充满了正能量，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水，真的水自己说话，他自己就会见证他的奇妙。所以我就把那些负面人都把他筛选掉了，不要他们了。这就是我在这个事业上继续的努力，我这个团队呢，就是让充满正能量，这愿意喝这些水的人，我们不断的送，往外送，就是让很多人享受到这个好的产品，得到健康的身体，并且还有赚这个财富的机会。这是谢谢这个公司，谢谢介绍我的这位 Amy 姊妹，让我知道在我晚年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好这么好的事业，让我可以拼搏。谢谢大家。好，谢谢。好，谢谢梅雅姐的这个用心的分享哈。对，就是我们秉着公司的心，说我们就是做水布施啊，我们就把水就是分享给需要的人、需要的朋友
好，谢谢你哦，谢谢，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好，谢谢姐姐，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欢迎我们的薛里姐帮我们分享一下。在吗？薛里姐在吗？我在，我在。好，谢谢。哎，你好，大家好，我是薛里。我想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个用水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了。那我的工作呢，就是一名发型师，因为我长期呢需要站住，那久而久之呢，就是我的脚呢就会痛。然后在半年前吧，应该是在去年的10月末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款水。那我在喝了这个水以后呢，那大约在4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脚就已经不痛了。那后来的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他因为就是腿呢就是骨折了以后呢，他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他的腿就完全改变了他的颜色。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就像照片上所看到的第一张的那个照片，就是有那些红肿啊，或者有那些痕迹啊。可是看了医生讲这个很难讲了，如果一直不消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后来因为我喝了这个水以后，我是感觉到这个水真的不错，因为我知道它的分子变小的话呢，一定会通过血液呢把这些暗沉可能会带走。那我就帮他介绍了这款水，后来他就真的很听我的话，然后就每一天呢不但是喝，然后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上那个两个红色的桶，当然这个红色的桶啊它是很大的。他每一天，他说我很勤劳，我每一天啊我用10次，就是我们3.5厘的扫描10次才可以充满这一个桶。那另外一个桶呢就是一个小桶，那小桶我就把，他说我把 scan 这个水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再去弄烧来以后，就是小桶掺大桶的水，然后他整个人呢就站在这个桶里面，他是每天就这样做的。那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时间以后，那他的那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中间的这个第二张的照片啊，他就腿现在变得非常的，皮肤很美很漂亮。所以说就想是通过这个见证呢告诉大家，就说我们呢首先呢从我们的心灵的意识上来讲，我们要相信这个水真的是不是药，它只是说通过水的分子的变小而能把我们身体一些不能改变的东西而改变。因为细胞接受了水以后呢，它肯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两个见证，就是我和我这朋友的见证呢，那就让我感觉到说真的我们要相信，而且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每天去喝去做，这样的话效果无论多难的症状，你看现在的状况就是得到了改善，变得很完美。所以说我的分享就是这样的，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薛里姐帮我们这个用心的分享她的见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台湾的柏林老师。柏林哥在吗？来帮我们做一下分享。嘉桥，哎，还有一位家人分享，来自新加坡的，就是 Mary。哦，还有啊 ，OK， 对，来新加坡的 Mary， 新加坡的 Mary， 对，好 ，Mary 在吗？哎、okay. ，我在，听得到吗？好 ，Mary 姐你好，晚安，请你帮我们做一下分享。嗯、
你好，你好，我是李玛丽，来，可以，没问题，听得到哦，听得到吗？听得到，很清楚，很清楚。我是来，好，我，我是来自新加坡的 Mary Lee。在此，我要感谢这个REJ 新春公司所推出的这么棒的太湿水衣的这个产品了、啊。它不但能够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家人，还有其他左邻右舍啊、同事啊、亲朋戚友，真的是要感谢公司的这个产品，还有感谢我的介绍人安琪，还有莉莉亚的团队了。就是因为通过他们的介绍，还有就是见证分享，然后就是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体验就是我本身喝了之后，大概喝一个月后，就是改善到我的头发脱落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的脚足的疼痛跟膝盖，本身有痛大概半年多了，去年的事情哦。过后喝了这个水就是我的朋友安琪，就是时常送 1.5 公升的水给我喝，喝到那个感觉出来，开始也是不相信的然后来他很勤劳，就是每天派水到我们公司来，每天就请喝一瓶，喝到真的是帮到我的个人身体的问题，就是发质跟脚足疼痛跟膝盖的问题，因为本身工作需要一直走来走去站岗位所以是因为就是这个问题的苦恼到很久，半年多，所以喝到这个水真的是帮到自己，然后自己的见证又分享到就介绍我的妈妈、我的妹妹他们，所以还有我的这个我的一个亲戚就是他的这手的问题，他是患有这个皮肤严重的敏感症的问题他喝了大概还有这些皮肤敏感的问题，这个是来自苗妈的一个，他应该是吃这些海鲜的皮肤敏感，喝了也帮到他的这个皮肤改善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她是去年本来是要割眼膜的，后来我就一直很，因为她我只是把她买这个过滤芯装在她的水龙头那边，然后每个礼拜每两次去她供诊水了，所以喝了大概几个礼拜这样她的那个眼膜，我就时常跟她喝，鼓励她喝跟喷不需要去割眼膜，因为她那时 COVID 时间有一个预约去割，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已经也一直落后了，他也不想去医院，所以这个水真的是帮到他的这个眼膜的问题，还有他皮肤那个脚的那些敏感的问题慢慢他本来是有一粒粒的我拍照不过没有在这边了，这个是我的同事会帮到我妈妈那个皮肤脚的问题，还有这个是我新加坡的一个我妹妹的朋友的同事，也是脚的问题，从小是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应该是他的母亲父亲有带他去吃那些海鲜那些野味的东西，然后造成他有这个问题，他喝了也是有那种 feeding 感觉有帮到他的那个皮肤的敏感的问题就是去年的7月23号喝了大概一天后，你看可以看到他明显的改善这个是我拍照的这些证据了OK还有还有好多个这些证据只是这个是一部分，你还最近的就是有这个是我的亲戚啦，他也是本来是78公斤，喝了四个月后他的体重降到5公斤，就是72，所以这个是他的，你看之前他喝的手臂他的手的问题，他全身都是有这个皮肤的问题，他第一次喝的时候他那天特别的好睡，他一路来的睡眠很不好的，而且他有那种洁癖的问题，所以这个水他喝那么一个晚上他就帮助他的睡眠的状况了，还有一个月后就是改善到他的这个皮肤的这敏感的问题，四个月后就帮助他瘦身了，所以要大量喝，大概是一天平均 3.5 公升这样还有他也是拿来喷跟泡他的手跟脚咯，或者是也可以拿来冲凉了还有就是最近的我也是有狗狗的分享照片有没有狗狗的他没有说出来
就是最近我的同事哈，他的狗狗哈，生病了啦。他养这只狗大概我看有很多年了，目前应该有98岁，很老的一只狗啊。他喝了，因为他本身有喝，不过他没有买。后来发现他这个狗狗生病了，我就鼓励他，你给他喝跟喷呐。他喝了2个礼拜，这只狗狗有好转的反应，就是他之前他应该有患上那个耳鸣的，这耳朵有问题，然后影响到他的这个景象哈、哦、倾斜，然后他的眼睛一直转，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不平衡，他的医生说是患上那个头部的倾斜病啊，偶尔的这种病症啊，然后他就我的这个同事就时常给他喝跟喷啊，大概喝了过后他有一些好转，但3个礼拜后他有带他去看医生，就是说每天要打针了，然后他现在是已经可以走路了啦，他的是狗咯，这个是最近的分享啊，这只狗狗很可爱。很有灵性的，他的眼神，你看他，你注意看他，好，所以，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最近5月26号的狗狗的一些他的这个病哦，倾斜病，大概喝了几个礼拜后哦，就是2个礼拜这样了，狗狗就可以走路了咯，他的影像这边也是恢复正常的啦，还是有喝。他还是有照看那个兽医啊，没开始有打针啊。就说你喝了这个水，加上你医药的配合的话，就是康复的比较快。一般上他讲说，患这种病的狗大概1-2年才会康复，没有这么快的。他说他的狗算是奇迹了的嘞，康复的快。要感恩这个胎儿之水，真的。好，还有就是最近的这个家里的一个那个桑葚树啊，我家的这个桑葚树应该有开结果是3次了，就是我不懂因为我本身是佛教徒啊，如果我们每天把供佛的那个水加持在这个植物上啊，真的这些植物也是会很有那个吸收到这些加持哦，它会开到很美的绿叶啊，开到很茂盛的绿叶，还有果实是结实的很漂亮的，所以哦，它这个水啊，你本身存有感恩。讲我爱你，我喜欢你，感恩你，然后又加上加持的话，哇，这个是真的很棒的，所以可以劳力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不止人哦，植物哦，这些动物都可以帮到他们的这些所需要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些任务啊，真的是很感恩这个胎儿之水。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 Mary 姐帮我们分享，感谢你，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我们的柏林老师，柏林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好的，各位太二字的家人们，晚上好，我是陈柏林，现在的级别是高级总监，那很高兴今天在这个时间呢来做我自己亲自的一个分享因为在2年前呢，我因为有一个机缘到了深圳呢，然后去接触到这个太二字的仪器，那时候认识了严董，他很仔细的跟我还有梁总他介绍这个仪器，然后也看了很多见证，看的公司从赫兹的技术到胎儿兹的技术呢，帮助到很多人的身体都恢复到健康尤其看到的见证呢，还有那个尿毒症很严重的还有红斑狼疮的，那还有很多皮肤病牛皮癣都喝了，还有喷我们的胎儿兹水好起来的，那还有乳癌的有一个陈畅会员的见证他的癌细胞都没了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当时呢也跟着梁总一样把仪器带回来台湾了因为当时因为有尿毒症的见证，我就想说这个仪器呢应该可以帮到我自己的妈妈，而我妈妈当时的因为她的整个肾脏不是很好肾指数一直下降，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呢，医生就跟我妈妈讲说
死数再恶化下去呢，就要去洗肾了。那做儿子的我们都非常担心哦。那所以因为有了这个仪器，我们想说那有可能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妈妈肾脏恢复的一线生机。那所以把仪器带回来了，那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我就跟她讲说那一定把水做好然后来喝，那每个小时都喝一下，一天至少喝2000到3000以上。那我妈妈一开始没办法喝那么多，她说以前呢他们在喝水没有办法喝到3000，因为是说以前喝水的概念呢就是说喝不下去。我刚刚陈会长也讲了，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喝的水呢不是小分子水，那我们太二支呢这个仪器呢非常的神奇，可以把大分子团水把它变成最小的分子团水啊，让能够到我们的细胞去啊。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分享给我妈妈，让她去喝喝看。那结果我妈妈就这样子慢慢喝慢慢喝，已经喝到可以有2000cc 以上的这个容量。那到了现在呢她都可以喝到2000-3000以上。那很开心的是呢她的指数呢没有下降，还有慢慢的恢复。那所以我们做子女的非常开心。那而且我自己也是因为每天就喝了这个太二支好水，我的体重呢已经其实已经降了快10公斤了。当时2年前的时候呢我的体重快要破100公斤了，还没破百。那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大概陆续的都已经慢慢的瘦下来，从96啊94然后到90以下，到现在大概是不到90哦，所以已经降了大概8公斤了。就是当时的血脂肪，因为我自己的血脂也是当时很高的，还有我的肝脏那时候肝指数是有点爆肝，指数非常的高，所以当时都因为熬夜嘛，所以指数非常的高。那喝了胎儿之水之后呢，后来我们再去检查呢，我的肝指数都现在都恢复正常了。那所以就是因为有我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家人还有我自己的这样子好转见证，我开始有了信心哦，然后把这个好水那跟着我们的一号两种还有公司的理念水布施呢，然后再去提供给这个好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经常看到课程分享的金姐，就是我第一个分享的啊，因为那时候听到金姐她哥哥中风，而且后来了解他是哥哥是3度中风哦，那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在深圳呢听到的中风的案例是可以改善解决中风的问题的哦，那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哥哥呢可以喝上太赫兹好水。那金姐呢也是因为要帮助他的哥哥，所以二话不说呢就把仪器带回去了。那很开心的呢，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是就是一拐一拐的就走路很不方便的走过来，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他能够每天喝上好水，我一直跟他讲说一定要喝好水喝好水，然后经常的喝足够量。那个我们陈大哥呢也是非常的棒哦，就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在群里面就说哦，这个水真的很好，让他走路起来非常的轻松哦，所以我们听了都非常的开心，尤其是金姐啊，因为他哥哥是2度中风，当时他也很紧张，那我们也是想说这个仪器尽量能够帮助到他哦，做出来的好水。那所以那哥哥我们也是持续关心，让他一直喝，喝了3个月之后呢我们就让他哥哥说有空呢去医院做个检查。他哥哥也是很棒，去做了检查之后呢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他所有的指数都非常的正常哦，然后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在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台北的分享会该跟我们做分享的时候走路看不出来是中过风的人哦，是中风过的人哦，所以其实看到他身体恢复健康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还有我们高雄的一个朋友乐哥，他是
企业的 CEO 退休，那他本身也是中风，可是他平常有在运动，然后有在爬山游泳，那也经常的在喝水，可是他还是中风了。那我们就听到他这个消息呢，当时我也才从深圳回到台湾嘛，然后到高雄，然后跟朋友见面之后了解他已经有开始中风了。那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说他可以喝上这个好水，他说其他的药物不要介绍，可是喝水他有兴趣，因为他平常就有在喝水。那我就说我们的水不一样，那我们就把仪器呢带过去他家帮他做提升嘛，我就是仪器带过去用他们家里的水 去帮他们共振，去帮他做提升，然后帮他做了很多的那个量，那他开始喝了，那就是开始每天这样喝，那也每天去医院做复健。然后他自己呢后来在分享的时候也说，他先去医院做检查，那他测试说这个水是真的有没有效果在他的三高的问题啊，导致他的中风嘛，然后他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他都有，三高的问题导致他的那个中风，那所以他开始来做测试，去第一个月去医院检查之后呢，那后面他很多的那个药呢都不吃，然后包含医生开的药呢他都减半在吃了，那就专注的在喝我们的太二之水，那每天喝到大概有3000到4000以上的量，那现在呢他陆续的他发现他的血压都降下来了，高血压他说他200多的高血压现在都降到120了，非常的正常，他的血糖也非常高，血糖药减半之后呢现在慢慢血糖也恢复正常了，那在也是3个月之后呢，他之前都拿拐杖非常吃力的在走路，那后来看到他走路的时候也是跟那个我们陈大哥一样，走路都非常的正常，在1个月之后呢他再去做那个健康检查报告了，一切都非常的正常，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朋友他们的好转，透过我们胎儿之好水呢当他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呢，我们的信心大增，那我们就跟金姐讲，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水来开始发扬光大，所以才一直衍生到现在好几千人的团队，其实呢我的团队呢其实我们都很感激他们，然后他们也都是一直在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那所以他们好多见证我们都陆续都有看到，所以刚刚会长讲的还有前面美国啦还有新加坡这些大姐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一定在我们的团队里很多也有这些案例，那假设有机会的话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还会请他们来做分享，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柏林老师，谢谢柏林老师，在这边先恭喜他晋升这个高级的总监，感谢他。有句话说呢，我们努力在哪里呢，我们的成功成就就会在哪里。谢谢他，谢谢我们公司，谢谢我们 台湾的这些领导们，就是柏林老师还有我们的苏菲亚姐，带领着我们一起努力。OK，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哦，柏林哥，谢谢你。那我这边我刚刚看一下真的很不可，很让我很 shock 我们现在目前线上将近直逼500位的家人及新朋友们。OK， 那我现在这边再一次的跟所有线上的新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公布一个好消息在后天7月10号的晚上6点，大家不要忘记了，也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泰赫兹一集团公司举办了一个千人大会的线上发表会，然后呢，这一次的会议呢，会有很多人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参与共襄盛举，在晚上的6点。大家在5点半左右就可以开始 standby 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论的课程课堂是1000人
1000人的名额。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脸书还有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呢，它也是呢会同步的跟我们一起直播、哦、那如果1000名的这个名额已经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一起跟我们一起参与、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公司的高层呢严董还有那个梁董还有周总还有我们的学民院长呢、哦、都会一起跟我们参与。然后呢希望所有的在线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呢、哦、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见证这难得的历史的一刻，好不好？那请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哦。哦，然后在我们会这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也会参加，我们也会公司也会替我们准备很好的一些参加的一些礼物来抽奖。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梁总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我们7月10号大概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吗？梁总在吗？在，嘉乔我在。好，梁总，那再麻烦你跟我们提醒一下我们那天7月10号晚上的一些注意事项，谢谢你。好，那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OK， 那我们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这么漂亮的主持人啊，这么棒的一个主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陈会长啊，今天我们的陈会长的这一个课程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因为我们的陈会长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台湾的分公司的负责人啊，那他也是在这直销行业的话呢也是很多年的，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的话呢尤其是他们的课的话呢，我们每一次的 Zoom 的课的话呢大家都要邀请更多的新朋友来参与、哦、因为太精彩太精彩了、哦、像今天晚上的话呢都将近突破将近500个人、啊啊、在线、啊、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最火爆的一个产品，也是一个最火爆在疫情期间最火爆的一个事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疫情期间的话呢尤其我们马来西亚很严重，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台湾的话呢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严重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家，都不能出门啊，因为都不敢出门啊。所以的话呢疫情期间导致了很多的行业啊，很多的生意啊都受冲突都受影响，很多人的收入也影响了。那包括你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新闻每一天都在报道啊，至于在这个前半年的话呢我们马来西亚自杀的人口的话呢都已经上了几百个人、啊、都在自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疫情啊真的大家一定要多喝太和之水、啊、也要多喷太和之水，这个是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跟抵抗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的话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来临的这后天的这个7月10号的我们的一个盛典，就是我们的表彰大会。 OK， 那我们表彰大会的话呢我们是6点开始。那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啊，家人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甚至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要先登录进场啊，一定要先登录进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的位置只限1000位而已。 OK， 这1000位的话呢有机会可以抽到奖品、哦、因为我们当天晚上有幸运抽奖。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进来看这个直播的话呢没有关系，你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也可以同样看这个同步的直播，但是呢在 Facebook 的这一个家人们的话呢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一个幸运抽奖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哦。还有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家里有电脑、笔记本电脑或者是 iPad 啊，建议都用这些啊来打开这个直播哦。建议不要用手机啊，用手机为什么呢？因为长达5到6个小时的这一个大会的话呢，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打电话给你。那当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呢可能会断线啊，因为 Zoom 肯定一断线的，你一接听电话的时候 Zoom 肯定断线，但是你一接完电话呢你要再登录进去的时候呢我担心你没有办法进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断了，那别人就挤进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
进来的话呢，那就很可惜了，你的位置就让给别人了。所以如果你有可以的话呢，你要用手机，我建议你用第二部手机，就是不要有很多的电话啊，就是打电话给你的，这个是很重要哈。OK， 除非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电话，那没有办法了。OK，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这个是很重要的。OK， 那当天的话呢，我们六点的话呢，我们播放很多的视频啊，关于我们的产品啊，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高层的这些视频啊，都会播放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呢，会有我们的国际总裁会来跟我们支持。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层，我们的严董事长也会来支持。那我们还有邀请到我们的一位神秘嘉宾，就是医生啊，真的是医生啊，是印度的医生啊，来为我们支持，来为我们分享。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秘的嘉宾啊。那我们还有很多抽奖，那抽奖的话呢，大概有80几份啊，有80几份。OK， 所以的话呢，你要参加这个抽奖的话呢，啊，你必须要在你的 Zoom 的名字，大家看一下我的名字啊，你看一下现在在 participant 就是参会者都有很多人已经改上他们的团队长的名字，你的自己的名字，还有后面呢就是会员啊或者是级别的名字，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改这个名字哈，要修改这个名字。如果你没有修改这个名字的话呢，万一真的是抽到你中奖，那你的名字，你的 Zoom 的名字显示华为啦、小米啦、iPhone 啦、三星啦，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奖品要送给谁呢？送给我。OK， 那我们就拿了。OK， 不好意思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奖品要送给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参与这个幸运抽奖，一定要把你的名字修改一下 ，Zoom 的名字要修改哦，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第二的话呢？就是要看聊天区啊，聊天区第一要看哦。现在我们在聊天，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发字啊，就发啊，感谢的哈、啊。那一个聊天室的话呢，大家 chat room 一定要看，因为呢，我们的抽奖就在这个聊天室里面。OK 啊，他们主持人会叫你们打什么字，发什么字，你们都要在配合互动啊。如果没有配合互动，也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奖品啊，这个是很重要哦。那我们的头奖呢是马币4500，就是我们的水仪，我们有 NMN 产品，我们有护理仪啊，我们还有一些啊唐泰啦、啊、这些很多的产品啊，都拿来做抽奖。那大家知道一下，每一次的盛典都是有收费的啊，那也是这以始以来的话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啊，因为用线上来做这个表彰大会啊，因为我们这两年就是疫情也比较特殊，所以没有办法搞线下的活动，所以只能做线上、啊、所以可能我们第一次办的这一个活动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出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够完善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谅解、啊、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啊啊、如果在线下的话呢，肯定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什么，看聊天区的信息。OK， 然后听主持人在讲什么东西。OK， 第三的话呢，一定要修改你的名字。第四，要修改你的背景图。大家看到我的背景图吗？啊，这个背景图的话呢，就是我们星期六晚的话必须要用到，所以 OK， 办法了。OK。那就改不了，无所谓啊。但是如果能改的话呢，尽量通知你们的团队啊，你们的会员、你们的家人的话呢，都去改一下啊，都去改一下。所以大家一定要通知你的朋友、你的群里面的群里面的家人们的话呢，如果真的入满的话呢，一定要进入我们的这一个脸书的这个群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OK， 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备受表扬的，包括我们的主管呐、啊。我们的经理啦，像我们的嘉桥啦，应该也是主管或者是经理嘛，对不对？那刚才我们的陈柏霖呢，就是高级总监啊，当天他也备受表扬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陈会长也是总监或者是高级总监也受表扬。OK， 所以的话呢，有很多人都备受表扬，这次的表扬的人数的话呢，大概加起来的话呢，都有1000多人哦，都有1000多人，因为主管、经理、高级经理、总监、高级总监，包括董事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
一些的嘉宾啊，包括高级经理、总监、高级总监、董事都会来分享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节目。那我们还有特别安排的话呢，有一位美女啊来现场啊献唱两首歌给我们听。OK， 好，所以的话呢，整个节目都是很丰富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所以大家建议大家提早吃饭啊，提早登录，一定要提早登录。我是很担心很多人的话呢，每一次的会议说是八点或者是六点啊，都会等到八点半。才登录进来的话呢，我跟你讲一定没有位置。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泰尔兹的话呢，全球最少有两万个会员才5%的人登录这个 Zoom 的话呢，你觉得你挤得进吗？如果你还是没有这个时间观念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定挤不进来，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通知你的团队提早进来，肯定五点到五点半里面你们一定要先登录啊，先登录进来，这个是很重要的。OK， 好不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在这边。那因为后面我们还有我们的陈会长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最厉害、最漂亮啊、最吸引人的一个奖金计划。这个奖金计划呢，真的是造就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平台的会员的话呢，我们的一些领袖的话呢，都已经算是台币来讲的话呢，都已经赚了百万、千万啊，这有些是一个月赚千万的哈。这个不是小数目哈，所以大家在线的朋友现在还有400多位的话，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来了解我们这一个公司的产品，这一个公司的这个奖金计划，这个真的是会让你说我们广东话叫砍鱼饭上啊，会让你翻身，或者是让你什么呢？让你退休，让你可以赚到你想要的收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平台的话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台，所以我祝大家一定要好好来了解，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水布施，送给全世界各地，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得到更好的健康跟更好的收入，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祝大家晚安，我们就交回给我们的嘉乔老师，谢谢。好，谢谢梁总，贴心的叮咛哈，谢谢梁总。我跟你讲，线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应该感受到哈，真的，我们礼拜六晚上的这个大会呢，一定非常非常的震撼哈，在这边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当日的震撼的感觉，所以呢。线上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哈，我们1000个的名额是有限的哦，所以呢，你们绝对要在5点半就要 stand by， 就要赶快登录了。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邀请我们。